期间回来就这么晚？有一堆破事儿绊住脚了。你好像给我一点心虚。你和孩子来了，我能有什么心事？我像天天过年一样。你还没学会说话。告诉我，你怎么了？亲爱的，我想跟你商量点事儿。我们搬家好吗？搬家？对，我在锦桥的郊外租了一套房子，你和孩子暂时先搬到那儿去。你住哪里？我还住在这儿，不过我会经常过去看你们。为什么？不是个房子不能住吗？不是，你是想跟我走吗？不，太太，长官呢？他是跟你开玩笑呢，他怎么能赶你走呢？是不是长官？长官说话你插什么嘴？出去。是。亲爱的，你就这么想？你就当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好吗？拜托，别用命令的语气和我讲话。你可以对你的士兵蛮横，可我是你的妻子。这事儿我已经决定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你还记得前两天找你谈话的那两个军官吗？我做错什么了吗？错就错在你不该是个俄罗斯姑娘。航空总署有一条该死的特别军规，说飞行员不能去外籍劳动。为什么？也许是出于安全的考虑。我对你们国家构成威胁了吗？他们怎么认？只是他们。毫无道理。中国的阴影真的太重了。你说的对，但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因为中国从古至今有太多的列强闯进来过，比如说美国、法国、西班牙、德国等等等等。现在是日本，所以中国人对西方列强有一种本能的不信任。这和我有什么关系？本来没关系。对呀，本来没关系。我不想和你争辩，告诉我怎么办。我们暂时分开一段时间，只是暂时的。如果外人问起来，就说我们离婚了。离婚？你别那么认真，只是跟他们那么讲，是欺骗别人。但如果不那样的话，他们有可能会把我除名，那我就开不了飞机了。飞机真的比我还重要吗？飞机是飞机，你是你，你和飞机我都想要。但是你知道，我离开了飞机，我就什么都不是，我甚至不能养家糊口。啊，别说了，我没准备，让我想想好吗？告诉我，你现在对国家有用吗？你从丰田跑出的那一天跟妈是怎么说的？我说我要打回去。你到南京五年了，打过日本人吗？亲爱的，这件事情不是由我来决定的，但我一直在等。别再欺骗自己。
果为了保卫你的国家，我情愿离开你。可事实上，你再打内战，这有意义吗？就为了这个，你忍心让我和孩子离开你吗？我说你写，写什么？辞职信，我不干了。可别后悔啊！我不会后悔。还是你写吧，亲爱的，我下不去手。我汉字写不好。没关系，先打份草稿，回头我来抄。你真的想好了吗？毛总队长，运转航空总署，剑桥中央航校教官高志航，于民国16年。去俄国贵族之后，格里尔接前进之后，因此触犯了航空总署特别军规第7条，因为夫妻感情赌后。赌后怎么写？你先空着。女儿年幼，难以割舍，决意我学辞职。运气也好，本人原名高明久，于民国10年不顾家人反对，改名为高志航，
以为只在皇宫，报效国家，全权之心苍天可见，只好深知辜负了党国的器重和栽培。你在干什么？报纸。好。不用找了，把这些都给我。好，谢谢先生。干什么？什么和梅协定？和是何应钦，梅是梅津梅之郎。南京居然和日本人做买卖。说什么？说河北、平津地区的国民党全部取消。还说，东北军、中央军，还有宪兵第三大队，全部撤出河北。还有更过分。何应钦竟然提倡停止一切的反日行为，他妈混蛋！日本人能过黄河吗？也许吧。要是过长江呢？最好打到南京来。为什么要这么说？有一种女人，非要等到孩子死了才肯下来。你是说你们的魏院长？上车吧。上车。来，你们俩分吧。哎，谢谢老总。那我们的东西呢？东西在这儿呢，宝贝。亲爱的，房子不太好找，你和孩子先将就一下。是这样，这周围住的人很杂，尽量不要和陌生人提起我。还有，你和孩子长得太惹眼了，平时不要上街，如果缺什么，我会让丽儿给你送来。我们不会永久分开吧？不会，我向你保证。
长官，嫂子和孩子呢？他们搬到新临街17号去了。背一遍。新临街17号。明天买些吃的喝的给他们送过去。地址千万别告诉别人。如果有人问，我就说不知道。说我们俩离婚了。长官，不对呀。怎么的了？这昨天嫂子还让我给她买一些东西，说你们结婚6周年纪念日，然后好好庆祝一下。姐，你把那些吃的喝的都给我搬到楼下去，啊，自己一人庆祝吧。我自己有什么好庆祝的？长官，我觉得你还是应该拿着东西，带着东西去那个看看嫂子，我给你看家。对呀，你还有心思笑吗？我在中国没有妻女，现在奉天的家没了，南京的家也没了，夫妻对拜。你还记着我们结婚那一天？中校校官高志航接受考核。周考官，把情况跟他说一下。是。这次的航演可不同北平，这次参加表演的外国飞行员，他们都是国际名人，他们至少有10几种的特技飞行，包括高坡度的盘旋、半滚倒转、空中翻筋斗，有些惊险动作我们也是闻所未闻呐。你听着，
从属乃至国府，谁也没能指望你给中国空军争面子，但是也不想因为你而过于难看，你明白什么意思吗？明白。你不明白，飞行表演当天委员长要去洛阳避寿，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就是怕你演砸了，把脸丢进了地中海和大西洋。您要是有更合适的人选，您现在就可以换人。晚了，报告委员长已经批了。今天把你叫来，就是想让你告诉我们，你会些什么？那得看您让我飞什么机型。啊，机库里还有一架美国的霍克3，也算是世界上先进的。我会让那些外国飞行员记住，中国有个高志航。你说什么？我说我会让那些外国佬记住，中国有个高志航。中校，你太轻狂了吧？凭什么呀？人家飞行3000多个小时，你呢？你的飞行记录还不到2000个小时吧？报告长官，我的飞行时间不是这么计算的。我从去法国，从我改名字那天开始，我每天都在琢磨飞行。每天？是的，每天。吃喝拉撒都算上，我的飞行时间早就过万了。这一点我可以肯定，高志航至少不会比外国飞行员逊色。可他不是这样说的，他是说让外国飞行员知道中国有个高志航。我想知道，你凭什么？如果运气好的话，我可以来一个贴地倒飞。什么？倒飞我倒是看着，可这贴地得怎么解释啊？从飞行员的角度上讲，50到500公尺都算贴地。500公尺以下，把飞机翻过来不算，还贴地倒飞，你们谁敢相信？从理论上讲，应该可行。但是在这个高度上倒飞，飞机几乎无法掌控的，这是个很危险的动作。确实危险，不过不是不能掌控。你飞过吗？飞过。谁能证明？我的前妻葛丽尔，有一次我在她面前显摆，无意中飞出了这个动作。一次无意中的动作，你也想让我相信你？长官有所不知，特技动作一部分就是在无意中做出来的，还有一部分是在空战中遇到危险下意识做出来的。等一下，先生。是。还是你说说吧。总队长，我希望你给高志航一次机会吧。刚才你说到运气，我不相信运气。您要是不信，我现在可以飞给您看。你知道一架飞机多少钱吗？总队长，这一次关系到中国空军的荣誉，我请求你给我这个机会。那好，那你明天第一个军令状给我，我现在就可以写。好，我改主意了，你就是立了军令状，也不能贴地倒飞。还有，啊，你们二位今天就到这里吧。啊，是。啊，那回吧。我想知道，
葛丽儿现在在哪里？我们离婚了，她已经搬出了公寓。离婚是有批复的，我只认批复。那个葛丽儿是俄罗斯贵胄之后，本属绝难容人。哎，有事儿啊？这是一周的气象表，总署让我交给你的。用不着了，日子定了，我做最后打算。哎，等一等，等一等，我有话问你。我听总署人说，你要贴地倒飞。他们咋说的？还能咋说？他们说你是疯子，说你不要命了。从50到500就是死亡高度，何况贴地倒飞啊！放心吧，这个方案已经让总队长给否了。可是你不死心。我啥都没说啊。没有谁比我更了解你的，你的胆子晒干了比倭瓜还大。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我不能放弃。志豪，我劝你一句，最好别臭显摆。中央军外战不行，和自己人掐，下手狠着呢。我爱臭显摆不假，但这次不一样，我代表的是中国空军，没得商量。我告诉你啊，就算你臭显摆成功了，最后倒霉的也是你。这个我信。你听我说啊，你还不了解幸福。在航空总署，就连周主任都得让他三分。他不就是委员长的表亲吗？老乡加表亲等于嫡系，我们这些人的小命全都攥在他手里头。他能把我咋的？他还想把我咋的？我连老婆都给保不住。是，我都听说了。你把葛丽儿秘密转移到了郊外，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星临街17号。干什么玩意儿你啊！监视我！干什么玩意儿你啊！问你话呢！松开！松开！我跟你说啊，要不是我监视你，你早就玩完了你。把话说清楚了。南京的特务系统，堪比明朝的锦衣卫。一旦你要进入他的视线，那你就撤都撤不出来了。那你看我该咋办呢？啊，要么休了他，留在南京；要么带葛丽儿远走高飞。如果你要选择后者的话，我敢肯定，他们肯定会在背后打你黑枪的。为啥？你天生功夫厉害，他们怕你投靠共匪啊。我跟共匪有什么关系？啊，说这个得有根据吧？他们不需要根据，需要什么根据？只要你有抗日救亡的言论，他们就可以跟共匪扯在一起。别给我扯了，你。走走走走，行，你自己看着办吧啊！我话都跟你说清楚了。
哎呀，东北爷们，我们好像在哪见过吧？哦，我想起来，好像是逮捕沈以勤的那天晚上吧。宪兵队的小毛队长，你知道？我老婆孩子。我还想问你呢，你的老婆孩子去哪了？一个女人爱上你们啥事儿了？哼！哎呀，这还得问你。你说，你干嘛非娶个洋娘们儿？有能耐你们拿枪跟鬼子干去！一个女人你较什么劲？真他妈搞不懂。高志航。搞懂了也没什么用，我们都是端着人家那碗饭，要学得乖一点。说吧，想干啥？妈妈，我们为什么来这儿？我们忏悔来的。为什么？因为妈妈有心事。My child, you're upset. Do we have any regrets? Father, my husband was forced to separate from me. I know I shouldn't blame him, but I still hate him for it. This morning, I just left home with the baby. Now I don't know where to go. I just want to hurt him. I know I shouldn't.Are you sure your husband still loves you? I have no doubt. My child, you must remember, the devil is looking in the shadows and in everyone's hearts. And for you, your devil is hatred. Hatred is toxic. And if it overflows, it will eventually eat all your love. What should I do? You must ask the Lord for forgiveness.With a sincere heart. If your heart has love, then God will shine down upon you. And then whatever you do, you'll have happiness. What if I leave him? I say whatever you do because we've all sinned. But what's important for you is that you learn how to forgive. I know.Thank you, Father. 实话跟你说了吧，上峰有令，要把你的老婆从南京的地面上驱逐出去。当着我的面啊！你看，我也知道这事儿吧，是有点缺德，我们也不想这么干。他是从东北逃难出来的。让他回东北。对不起，这个就不是我操心的了。你别逼我。哼，高志航，你不敢。算上你这把枪，我这一共有四把枪。你也不敢。委员长五十寿诞，我要做飞行表演，知道我代表的是谁吗？中国空军。高志航，你很聪明。你们毛总队长有话说，让我不要为难你，但前提是。前提是，你不要犯浑。高志航，我说了，
你不要放魂，给我看好他。你们是谁？美人，别怕，我们什么都不会干，只是想让你离开高志航。不行。你一定听说过宪兵队吧？没有人对宪兵队说不。我们是夫妻。夫妻可以离婚吗？高志航知道吗？这个事情没有高志航知道的必要。兄弟，你行不方便。不让我进去。放下，别怕，把枪放下。高志豪，别胡来，是你别逼我，老子本来属兔的，你要逼我，我能输了，你信吗？这行能静下。高志豪，我告诉你，这个事情不是我们两个人能控制得了的。放他们走，一旦出事了，你的老婆孩子都遭殃。放他们走。高志航，这是上峰的命令，你知道是谁下的命令吗？爱谁谁，当我面挟持我老婆孩子，天王老子我都不管。好，我放人。格丽尔，进屋。高志航，人我是一定要带走的。我可以给你十分钟的时间。不够，最少半个小时。你想干什么？亲个嘴儿，抱一抱，没准上个床。有点耐心。对不起。受委屈了，别这么说。坐下，我有话说。坐下。我想好了。咱们离婚吧。我已经写好了，你拿这个就可以办离婚。你给我扯什么犊子？你受一点伤，白命有本。滚出去！出去！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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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出去，我出去，我出去啊！我出去。我这就出去啊。
我相信我只要开口，你会跟我走，你会的。可然后呢？我太了解你，飞机是你的命，离开了飞机，你经济上就没了。你没说的，雨果说过，人有两次生命，一次是开始生活的时候，一次。是萌发爱情的时候。家在东北松花江上。